los zapatos de mi hermano. Las botas de mi padre, no me quites la pelota, la pelota es de mi casa. ¿Y quién ha llamado la novia del diablo? El chico que viste sentado en el bar. No pares, no pares, que pierdas. Hello， 早排咧喺 Facebook 睇咗条片，好 surprise， 因为咧多数做呢啲嘢嘅人咧系巴西人啦，喺街头咁样。但原来咧香港人咧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喎。咁我就睇啦呢条片啦，佢系咁写噶，啲阿伯猜波分分钟劲过你揸波，虽然唔系好明咩意思啦，揸波唔系好劲嘅啫。咁但系咧，我睇嗰啲 comment 咧，有啲 comment 我系唔同意。佢哋喺大陆嚟嘅机会好大，大陆嘅公园啲阿姐阿叔好中意玩一样嘢，踢毽。所以发现佢哋有个意识唔俾个波落地。唔俾個波落地咧，唔係大陸人嘅專利嚟噶，美斯唔係大陸人啦，好多人都唔係大陸人啦，即係呢個唔係意識問題，呢個係能力問題。因為咧，你喺街咧，求其捉四個僆仔咧，又冇咁求其咧，即係喺足球場揾四個僆仔啦，其實佢哋係做唔到嘅。所以咧，我係認同呢個 comment， 佢話啲後生都未必好多個做到，我就覺得係啦，就係啲後生直頭係做唔到啦，有啲後生又係咁渣，即係目測咧呢啲叔叔。伯伯咧，佢哋大概識估啊？你哋覺得幾多歲？我就覺得係五六十歲到啦。嗱，我都廿零歲啦，都仲有幾年啦，差唔多啦，就三十歲啦。我諗緊，如果我可以喺三十歲之前做到佢六十歲做到嘅嘢咧，即係都唔錯喎。因為我唔想六十歲先做到呢個效果。係咧，所以我就決定咗咧，我要去。訓練，咁我個訓練咧有幾個目的啦。第一個目的咧就係、是，首先我要練到球不著地啦呢件事啦，即係練到的波啦。另外想練埋咧就係、是、我隻左腳啊，因為咧我係右腰嘅，隻左腳咧有時咧好似生咗鏽咁樣啦，單蹄馬，即係你日日都會見到隻左腳噶嘛。跟住但係你又好少用佢，咁好奇怪啊，好嘥咗咯。所以咧就想練下隻左腳，同埋第三樣咧，我想咧順便減肥嘅。因為咧都肥咗好多。我去練波嘅時候會主要咧就會著呢件波衫啦，呢件係德國2014年我世界盃嗰年嘅波衫啦，同埋另一件咧綠色嘅阿爾及利亞波衫咧，即係佢比較隱藏到個肚腩。咁呢個就係成個訓練嘅三大目的啦。咁我每日都坑啦，然後睇下可幾時可以做到800呢個效果。咁就開始啦。
好啲，好啲，二，佢太平我，三，二，一下。Thank you.
即練咗16日咧，我睇翻咧，其實練咗16日都冇乜效果嘅。其實明明個感覺，自我感覺已經好良好啦。咁但係咧個技術咧睇片咧就係真係冇乜進步到。咁反而咧有個意外收穫。個意外收穫係乜嘢？我可能做咗十幾日運動咧，跟住咧我同朋友行山嗰陣咧冇咁快攰咯，行得快咗好多。咁可能咧我啲肌肉咧，就不知不覺間咧已經生長咗，而我係喺我唔知嘅情況底下，即係我拍片咧拍唔到啲肌肉，即係睇落去技術冇乜分別啦，肥又冇減到喎，即係肚腩都係咁。但係咧原來咧我大腿同小腿肌肉咧佢已經增長咗，所以咧呢個就係嗰個成個頭十幾日訓練嗰個最大的收穫，就是行山會快了，行山快了咧，睇嘅風景就會行山快了有咩好啊？諗唔到有咩好添嚟啊！行山快了，行山快了有咩好呢？行山快了，好，今日條片咧去到呢度，即係如果大家想睇咧，我嗰、那個我做唔做到800的效果咧，咁咧你記得咧。就係 like 同 subscribe 呢、這個我個 channel， 咁我就會繼續練它有咩變化。咁我哋下次咧，下次嘅練波再見，拜拜。